姐姐还是只有五级啊，没有办法，浪费了自己的抓野路线。小鲁想来越，想来越，只要不给机会，这里是能防守住的。虽然是四月二，不过最多死一个啊，如果只死一个那还能接受，导弹是肯定死的，有进化都得死，有双刀都得死啊。这里必死无疑了，来直接开大招，卡牌直接落位，导弹直接等死，来福过来帮挡拆，来福怎么往后，导弹怎么往后走啊，干嘛在塔下死啊，这样还要把辅助害死啊，这导弹在干嘛，还交双刀，直接塔下站着死了，他把辅助也害死了，干嘛这么导弹不应该这样玩啊，就直接死就好了呀，在塔下就刀弹在塔下死，还有机会让防御塔打一下对面的人，打一下对面的人，你的辅助来福可能就不会死了呀。好，这里姐姐被侦察到了，那上路小老虎没压力了，因为小老虎前面压力还比较大，不敢出门。好，来福这里有闪现了，要被打闪了，还不交吗？不交就死咯。好，来福没有交闪的必要了，因为来福很肉。哇，他发来福损什么都没干，但是好有用，来福好有用的来福啊，太有用了。什么都没干，但是感觉他干了很多事，像那小老虎要单杀了，这一炮差一下呀，卡了自己一下平 A， 但还差一下，但是已经把上路收入 Q 打爆炸了，收入 Q 40刀，并且这波兵又吃不了了，没有 TP 的只能赶地走地走上来，小老虎的压制力非常 very good， 想吃蝌蚪，因为知道你杰斯这把很肥，如果再让你吃六只蝌蚪，你杰斯要谋敌。好，蝌蚪虫不能让，来这里刀哥蛋也来了，维鲁斯舒服哉想要过来杀，完了，这里被舒服哉了，这边推得也漂亮，小老虎完全没有输出位置，邦布拉斯还好有闪现，来福要了出来闪现吗？没有机会交闪现，这不又打炸了，不过还行吧。为什么说还行？因为邦布拉斯吃了四只蝌蚪，这样可以召唤小蝌蚪。北川是暴力王，好，沙皇直接 TP 过来帮忙守中，觉得中路压力大，其实对手哎这边开起来了，开得漂亮，林哥，我操，林哥，这就是顶级辅助啊，闪皇来打我一剑，刀哥的运气真好，一滴血锁住了，林哥太有用了，林哥现在视野完全被卡住了，有点难受啊，小龙过不去啊，要来中路打炮，慢慢打出去，要把团开起来才能抢视野啊，感觉要想办法打仗啊，方布老师 A1 中路要打仗了，反而被掀开了，来福，来福这个位置被毒打完了，快音推了个飘飘，快音完了，中府换命，方布老师要开始追击了，血量上来讲的话，方布拉斯还能接受，只有工具人寒冰没上没血量了，其他大哥血量还在。左边只有一个前排啊，只有 Wink 一个前排，而且 Wink 是没状态的，两边都是有人没状态。小龙还是不好过去，再拖拉拉扯扯，拉拉扯扯，快复活了。有屎吃吗？现在刀弹很想吃。来福已经坐门过来了，看来福还有技能的，还有大招的，有没有机会去留人？刀哥蛋没血了，彻底疯狂了，刀哥蛋，这波团四打五，刀哥蛋已经没有参战能力了，自己家 ADC 没状态了，全都直接放弃，因为刀哥蛋没有状态的原因，这个小龙放 plus 只能放弃，四打五不敢乱打。利武跟杰斯一样肥啊，小红白哥，杰斯死了游戏就输了，杰斯死了游戏要输了，邦布拉斯，哇这游戏真的难受啊，杰斯死一次邦布拉斯就要输了，杰斯不能死啊，死一次就输了，大龙直接没了，好全都直接放弃，大哥倒了，是吧，可惜就可惜在第四条龙啊没吃了啊，好吧，完了，来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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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这个小龙又只能给了，辅助倒了，小龙刷了，不给龙等拔呢，
好，小龙又只能给了，中塔还要掉，上塔还在被拆，上塔也掉，中塔也掉，方布拉斯咦，感觉是要崩溃了，这边还想给压力，温可没有选的大绝版绝上来啊，只选的给压力，宾利放弃中路两个塔，那这样一个一波拆掉中路两个塔，上路防御塔也没血了，宾利小龙还能 A， 上路小老虎发疯了，但是没有办法追不到卡牌，卡牌跑得快，还有火炮，应该是火炮晕了一下小老虎追不到了，欢迎是没有 TP 的，中路打起来是来不了，还是慢慢玩，反正现在优势在 EDG， 随便玩呢。想 MQV 一个阿闪绝回来，完了 MQV 这里也倒了，惹牛不是小老虎还有危险，小老虎直接交闪，交闪也跑不掉，人家有传送门，小老虎这个位置又要阵亡了，好，必死无疑了，好会给压力啊 Wink，还在装逼给压力，一个人给五个人压力，自己都把自己压力没血了，还没人敢开 Wink， 收了一个一个水银直接解到舒服在，但这边 Care 被晕住， Care 直接要白给了，好， Care 直接把他白给 Wink， 一个华晨进来，华晨进来没什么用，自己要白给，好，杀掉了 Wink， 后续完了，快灵也要被害死，喜欢华晨来佛漂亮的一绝，一绝蹲了两个，哇，三个都被堵到洞里面了，小老虎这里没有闪现，漂亮的大招，快一把三角支全部堵在洞里，好，没有双招绝过来就死，寒冰能打过瞎子，除非他是神，没有办法，那这样一波啊 EDG 非常轻松啊，这一把只有上路收了一口一个人的劣势，其他队友都是优势啊，姐姐有春哥还在嚣张，好，那这样结束了，破案了， EDG 现在确实有点屌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开在前的那句话， EDG 现在就是实力很强，他们唯一的短板可能就是上路，上路实力没有那么强。